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咱们做个大酱炒西葫芦啊，老家的菜，用心做好菜，吃出健康来，跟我一起做啊。角瓜，咱们老家又叫西葫芦啊，把这个顶给它去一下，卡成丝儿，这个菜好做，主要就吃个酱香味儿。叉呢，卷圈叉，把瓤子啊甩出来就行了。叉的丝儿让它长一点啊，这个地方给它往一撅就下来了。朋友们看啊，把这个蒜拍一下，这么往前一顶，一拍一顶，这个叫烂蒜啊，又叫呢蒜末、蒜米儿，都是它。就这么做，这里呢再配上点红椒啊，切成米粒状，葱花、大马蹄葱，再配上点绿米、绿椒米。这个菜呢就配的除了这个菜肴的常规了啊，应该丝配丝，但是呢这个是家常的做法，咱们要求配下色，那不是主味儿。先运一下勺，开始做。现在呢先把这个葱下锅啊，小点火，火不能大，再加入酱放这儿，根据你个人的口味啊来自己调配，酱味别太浓啊，放酱呢就别放盐了，这就是够浓了。好，这个西葫芦啊，这个丝儿啊不要打水漂，千万别打水漂啊，本身就是这水菜啊，一炒还煮汤呢。另外你装这个菜的时候呢，这是平盘啊，指我这种盘，说汤盘不算汤盘，不是汤盘能兜住这个汤啊就可以。这个呢现在往里加入鸡精、调料油，调料油就是用花椒、大料、葱姜蒜啊炸的油，叫调料油。那个咱们那个前面有视频啊做了这个，现在呢看啊，我这个做好了，做好了这个菜看怎么处理一下，这个不勾芡啊，哎，只用这个盘装，这没打焯，这要打焯就成泥了啊。葱爆锅，蒜是后放。好，这个菜就做好了，有什么需要网上留言，谢谢诸位观看。